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罗喵。今天呢是猫咪大战争猫咪转转蛋系列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抽那个扭蛋。现在我们就进入游戏。好，现在看看有什么可以抽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就有了 Meta Slug 的这个环节，就 Meta Slug 的这个活动。这个就是 Meta Slug Defend， 他们就有了一个合作。那么现在是有超级稀有确定，我目前罐头不够，就给大家看看这些元素小精灵先吧。好，这个是火精灵，接下来是水精灵，这三只精灵好像都是打异星战士的那个角色。好，这个是暴风精灵、火精灵、水精灵，然后那个风精灵。还有这些小角色、啊、现在就来看 Meta Slug 的这些，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可以抽，全部都好酷。我觉得这个巨蟹车好像很大的一个角色，还不错。这个木星王者 CC 恶魔化身，这个速度快又频率高，我觉得我还蛮需要这些角色，就是速度快、攻击力、频率高的。蛮纠结，现在我要抽哪一边？就这个火精灵、水精灵、风精灵，我也想要 ，Meta Slug 我也想要。好，现在我就来抽这个精灵五张，八条猫。我在试运气哦，我罐头不够啊，所以我就想说用五张来抽换。好，这个精灵第二只模拟猫，希望这次运气好一点，因为上一次用两张就抽到了超级稀有。好，现在第三只美容猫，美容猫我没有进化，过后应该会很好用，有看过其他的视频介绍。还是要模拟猫，今天的运气没有上次那么好，上次是用两张就抽到。面包鸡猫，所以我五张的金券都没有抽到超级稀有。看了 Meta Slug 还有精灵，我觉得我还是抽这个精灵，它比较可爱，而且攻击频率高，还有贯穿护盾，这一些都是我需要接下来的那些异星战士的那些关卡。好，就现在给大家看这个角色吧。目前我的超级稀有幻影阿基拉，好，我开图鉴给大家看比较方便。现在去那个超级稀有，好，目前我的超级稀有是这些，这一只阿基拉呢是我用一张金券抽到的，所以今天我抽五张呢，是想试一下我的运气有没有像这个阿基拉那么运气那么好啊，就用一张金券就抽到了，真的是很欧洲人，而且他进化过蛮酷的，这个很帅。他对付那些有属性的敌人好像是没有啊，你看他右上角，你看他的攻击很酷诶，有点像 Rockman X 那些，还是对付范围那些。好，接下来就给你们看上一次我跟你们说的，我用两张金券抽到了，当时也是一样情况，跟今天的一模一样，就是罐头不够，然后我就试一下运气，很豪华，它的攻击有点像这个有一个如来神掌的子，它是如来神拳吧，它有一个拳头，大拳头冲下来，它的攻击很酷，然后它一闭眼啊，进化过它是个睁眼。好，你看他的攻击很酷吧，就一个大拳头这样子冲下来，有点像那个如来神掌打下来一模一样。
然后今天的抽转蛋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那么谢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你可以点赞分享；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，你可以订阅我。订阅过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，按下那个小铃铛，下次我上传新影片的话，你会收到通知。那么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